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克大叔，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，小影剪辑 APP 可以支援 GIF 图档了，并且支援画中画功能。我们马上来看看吧。打开小影，在剪辑底下找到新功能拼贴镜头，加入已去背的 GIF 图片，就能完成影片的 logo 功能了。另外也可以加入一般图片，实现画中画功能，移动至适合位置即可。可以从 GIF 这里找到网络可下载的 GIF 动图，当然可以使用关键字找到相应的 GIF 动图。是不是很有趣呢？快打开小影玩玩看吧！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帮我按个赞，还有分享哦。